大家好啊！咁今次博冷门嘅场次咧，我就精选咗咧第三场四班泥地千二嘅赛事。呢一只马咧，上一次就真系咧个走势咧非常之唔错嘅。我觉得咧今次咧佢有机会咧爆一爆冷门，咁啊睇下咧佢真系能唔能够咧同埋其他啲马咧串到啲冷嘅正 Q 嘅位置 Q 咧，咁啊帮大家咧系追翻多少，因为上一次咧就即系都有啲失准啦啲 tips 咁啊 ，sorry 唔好意思啊，呢次咧。希望咧就可以同大家咧就一齐咧赢翻马会钱。OK， 嗱咁咧喺未听我嘅心水之前咧，做翻呢几个步骤，真系唔该晒大家。Comment like share 我哋嘅片段 ，subscribe 埋我哋频道，揿埋钟仔 ，very good。仲有一样嘢咧，就系 super good 嘅，做乜嘢？睇马棒嘅心水啦。OK， 事不宜迟，即刻睇下我呢前博冷门嘅场次咧，我拣咗边只马俾大家，我觉得佢真系咧 really 有 chance 嘅。好，同大家睇翻呢只勇进当锐喺上一次四班千二嘅赛事表现成点啊？勇进当锐咧，见到就系一档啊，五号出闸啊，而家咧就系、是蓝色帽、桃红色衫咁，有少少黄袖嗰只卖难喺第六位嗰只咧，就系、是、只勇进当锐啦。咁而家见到啊九号啊放头嗰一只咧，就系、是、只有赢有福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因为佢都系佢同日会有份比赛嘅赛马，同埋依家喺尾二啊，银银地色衫嗰只12号嘅日奖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因为呢两隻马都系会系同场比赛，当然仲有8号嘅呢场头马嘅鸿运大师都系大家一起会喺嚟緊嘅赛事去预。咁点解会揀呢隻勇进当锐？因为佢就上次初出啦，咁喺入到嚟直路嘅时候，咁喺中间依家呢个位呢，咁佢都唔系话好近嘅同个马群，但最后尾呢几步嘅时候，其实佢走上嚟个走势呢都真系非常之吸引。咁当然啦，鸿运大师呢啲马就走先啦，日日奖呢走上嚟呢一段呢都系非常之有走势。咁鸿运大师最后尾系过埋，但系嗱佢同日日奖呢大家走上嚟叮当码头呢，你见到真系非常之吸引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就真系希伟森嚟緊都系继续骑佢，同埋呢隻马你见到佢后上呢，所以呢今次呢佢个十一档我觉得都唔会话影响得佢太紧要。咁你话博冷门就真系博呢啲㗎，你唔使諗㗎，因为你要搵啲冷胆嘅呢啲一定会有赔率。咁但係上次又会有走势呢，咁呢隻马呢大家都唔可以去轻视啦，因为始终真系正如佢个马名一样呢，叫做勇进当锐。咁第一隻去介绍俾大家嘅博冷门呢，咁当然系稳阵啲啦，就系呢隻万事快啦。万事快今次呢三档，虽然就重磅135磅啦，但係唔好唔记得啊，有个好骑师啊麦道朗呢走去骑啊，同埋佢今季呢董明朗骑过佢呢都喺个千二嘅泥地赛事呢其实就输四分三个马位嘅啫，咁唔系话输得多，所以呢有个麦道朗骑，咁我觉得呢点都要去拖埋啦。嗱，另一隻大家睇到啦，鸿运大师啦，今次有个二档啦，稳阵就呢隻马呢你都要兼顾埋，冇得话唔去理佢，因为始终呢隻呢都系一啲比较有实力嘅马。咁最后一隻呢大家都要睇埋呢，就系呢隻日将啦。咁五档119磅啊，何泽尧骑，咁上次俾咗啲后追嘅力量俾你睇啦。咁所以呢场马你话其实阿达定得嘅就仲有隻有赢有福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始终个马嘅实力咧就会系争啲啦，同埋同场我觉得只骏王星咧，呢只虽然泥地好啦，咁但系因为磅重咧，佢会咩都下飞嘅，咁大家去谂嘅时候咧，就如果用尽当锐可以行头嘅话咧，咁就真系扭到歪晒咧，可以就真系冷头咁搏咁一只热脚嘅话，应该都会几好分嘅。所以咧呢场就博冷门咧，我会用用尽当锐做胆拖，万事快。鸿运大师同日日奖好拍档啊，棒一样有好嘢俾大家，大家记住睇埋佢嘅心水咧，应该呢次咧就会 OK 嘅。希望大家咧就今次嘅赛事就赢多啲。